品牌的主轴呢，去研发我们时尚各类的车款。那现在大家，那跟着没关系。前叶子板一路延伸，那结合了车门把手到车尾灯的地方做一个收尾，那因此各位会觉得说车尾的部分这次也有加入了新的一个设计的元素哦，包括就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全这是我们的 LED 车尾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 LED 的 L 型的一个导引灯条，有助于提升部分呢，它可以做主动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动力分配哦，那两个好处。